此刻幸运约大家，我是 Demon， 各位看客老爷万夫金啊， Rookie 加入滔博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吧，当年的仁川双 C 再度联手，那么接近26岁的 Rookie 能否让滔博起飞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所以今天咱们就先来回顾一下 S12 赛季 Rookie 的精彩发挥，大家也不妨说说对这支滔博的看法吧。Rookie 岩雀完美封路，让对手隔岸观龙。在威武对战 IA 的比赛中，21分钟威武打龙，这 IA 五个人全来了，但是 Rookie 非常鸡贼啊，一个大招就把对面四个人全给隔开了。然后最离谱的是，他还一个岩突弹回了两人，不仅没给对面抢龙的机会，甚至还要杀人。虽然抬回来的这两人没死啊，但是一旁看戏的 iBoy 竟然被秒了，这才叫意外收获呢。哇，闪现为了躲岩突四千血，乐言这边可能要配合天使大招过来，要做英雄了。 Rookie 先打到封路下位置下不来，好尴尬，岩突突然两个人，死在我这边被打了一个残血， Q 开大招自保，但是跑不掉，找一个闪现，最后没有被烧死，但是 iPhone 已经倒了。Rookie 大招完美封路，配合队友打出完美控制链。在威武对战 EDG 的比赛中，20分钟 Rookie 岩雀抓到机会，一个大招封住了圣天哥和 Mako， 接下来就看到岩雀的岩突滑板鞋的击飞，力量塔的大招又加上 Rich 的一巴掌，七个连环控制啊，这圣天哥和 Mako 都被控麻了。后面的追击战中，圣天哥倒了， Scott 也被留了， Viper 也只能赶紧跑路，这波配合打得太完美了。Rookie 在卡， Rich 先被打了一套，他利用这个 F 流再叠一下怒气留人了，正面 Fortick 已经收了 PP Guard 的，撞出去撞到了墙角，弗兰朵和 Mako 卡在这个位置，被恶意双控走不掉，哪儿一个隔墙把 M 两个人甩到墙上，威武的设计再次获得成功，弗兰朵被擦成了一个刺猬，刺猬猪最后还是倒在了岩雀的手下，而且 Scott 被留住，他在一个坚定风伞加一速， Rich 再拿到 Scott 的人头。Rookie 一个打五个外挂走位团战技能全给躲了，这谁能相信啊。在威武对战 BLG 的比赛中，22分钟对面五人开动小龙，这时威武只剩下三个人了，说是三个人，实际上只有 Rookie 血量是健康的，面对五个人 Rookie 直接往前顶，闪现躲开泰坦铁锅后走位再扭掉左一 QE， 大招拉回打野的微微，一个 Q 便拿下了双杀，面对如此凶猛的宋一进， BLG 无奈只能撤退，威武轻松的拿下了土龙魂，然后就直接中路推进一波赢下了比赛。有办法扭转全科的宋英进，占卜花朵牢牢地照到了 Rookie 的一个位置， BOG 是把龙拉到左边， Rookie 过去闪现左攻一勾以后想杀流星都没有杀掉，龙现在是泛起这个血量，大招直接单拉微微，微微这里一个平 A 魔法发条没有带走，但是在运球卢登直接双杀宋英进。Rookie 与卡萨的神仙配合完美 combo 灭掉 EDG， 在威武对战 EDG 的比赛中，23分钟野区 Rookie 被对面逮到了，还好有一个金身，队友呢也都在附近，于是 Rookie 很果断啊，直接闪现过墙嘲讽四个人，配合卡萨人马的大招以及后面剑魔的进场，这仅仅在嘲讽恐惧击飞的多重控制下，闪现都交不出来就被秒了。 Scott 的开车也被打断，虽然回头换了卡萨，但是威武还是靠着这波团战的胜利推了 EDG 中下两路高地，这波团啊 Rookie 的反击太果断了。然后剑魔下路带阿尔塔，就要还哎旁边抓住了个 Rookie， 但 Rookie 这里有金身，有一个秒表可以拖一会儿。人马要进吗？其实人马可以进啊，这个位置。剑魔也来了，直接超过四个人 Rookie。哇，我太爆炸了，直接被秒掉，剑魔是一丝血丝高的跑不掉。哇，人马换掉，但这波的话已经打了一个一换二，剑魔一丝血跑掉。Rookie 极限的卡视野让对手毫无防备，在威武对战 BLG 的比赛中，15分钟此时劣势的威武选择主动追击，因为 Rookie 已经绕后了，面对 BLG 四人撤退的大军， Rookie 这里完美卡住了敌方的视野，前后都没有露出来，钻进草丛后秒杀狗熊的同时，永川还定住了 UZI， 卡萨大招也锁定了， Rich 远程一炮，卡萨一拳下去 UZI 就倒了，然后 Fofo 跑了，刘青松就没办法了，被众人击杀。通过回放我们能看到啊，这一波 Rookie 卡了一个非常极限的视野盲区，虽然最后一秒进草被看到了，但是对面已经走不掉了，这一波也多亏 Rookie 的绕后啊，这威武才有后面的精彩逆转。纵观 S12 Rookie 的发挥啊，我觉得 Rookie 在滔博还是挺令人期待的，虽然已经接近26岁的年龄了，但是 Rookie 这一舞想必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我还是挺看好的。是的，卡妙有 TP， 呼吸哥得踢了，得踢，但是身后还没有交，感觉慢了。那Rookie 这个是大段后卫，这时候应该是已经看到了。哦呦，这波 Rookie 埋伏在草丛里面，直接被直接秒掉了微微，再利用灵魂突击往后拉开，胡子也倒了，被卡萨留住了。正面 Bolik 还收下了刘青松的人头 ，Rookie 还有 RG 能进去，但是 Fofo 这边应该是没有危险的，还有闪现啊，而且下路是有一个二先锋。哇 ，Rookie 这视野卡的真的没看到，最后一瞬间看到了。
但已经晚了，晚了，晚了。然后天霸和八裂空直接把人留下来。在职业赛场上，总是有无数经典为我们上演。Demon 也将继续为大家盘点那些发生在职业赛场上让我们震惊的时刻。如果你觉得 Demon 视频做得不错的话，如果你和 Demon 一样喜欢英雄联盟，喜欢职业赛事，那么一定要点个关注，收听 Demon 视频，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最佳盘点。